下个丸带汤，补气这里，丸带汤也是从固涩剂移过来的，啊，因为从用药特点来，不是以涩，不是以固涩为主啊，不是以固涩为主的，它是这个方出在《复清主女科》上，啊，这都是明清之间了，复清主生活是在啊这个。明末清初，啊，明末清初，这个傅清主这个人，这个书啊，他前人的经验理论，特别理论，他比较成熟，而且他又是个哲学家，又是个哲学家，所以开始呢，80年代有一次，我记得。看到那个《光明日报》上有个广告，在山西开那个傅清主研究会啊，全国第一次啊，多少次学术活动。我一看，我说中医是不是妇科啊学会开会了？一看那些成立了那个傅清主研究会的那些。从会长到常务委员委员那些名单，基本没有认识的。哎，我说这个妇科专家，我们国内很多有名的中医的，好多至少名字晓得很多人会认识啊。然后那时候看了，我觉得很奇怪。再一看那个讨论题目啊，都是古代哲学的，所以。他是中医方面是一个很有贡献的人，傅清主，又是哲学界很有影响的，所以带有这样的一个啊，而且他这个涉及到他的哲学思想很多里边，过去儒释道三家来说呢，偏于道家学派的，啊，所以谈到这个了，医理源于道，哎。这个历来一家当中成长过程，这个啊，古代哲学如果通晓甚至精通的话，可以成为一个啊医学大家。这个好像古代有这种规律。我们算过一下，各家学说上涉及到的151个啊，曾先后提到的那些医家。从有资料可查的话，其中50几个明显的一种经律上有这种结合古代哲学研究有造诣的啊，有这种这个经律，傅清主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个。这个他对脾虚带下了啊，带下的一个基本道理呢？他有他这个理论，他说白带呢是肾而火衰，火衰，阳气不足，湿肾，肝郁而气弱，这脾胃受伤，所以这个方啊，你光从主治里看，脾虚脾湿下流形成白带，这个机理是有的，肝郁你看不出来，啊，但他用法上又是健脾调肝相结合的。所以从他这个对白带的认识，他书里谈到，他的看法，白带形成，啊，是湿盛而火衰，火衰是由温化了，肝郁而气弱，那肝脾同病啊，将脾土受伤，湿土之气下陷，是以脾经不守，不能化溶血以为精髓。反变成白化之物，由阴门直下，欲自尽而不可得也。这里谈到一个什么呢？就白带来源在脾虚不孕，啊，但是造成这个过程当中和肝气郁结不能助脾胃运化这个有关，所以是种他认为肝脾同病，啊，肝脾同病，所以针对这个治疗方面，他肯定要变啊肝脾同治。还是基于这个呢，
形成以完代汤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方剂。所以要了解他原来对这种白带剂制的一个认识，以对这个方的理解呢，这种治法那个才能一个能有这个体会了。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就是傅青祖啊，对这个复合带下对白带这个认识他的一个相关理论。所以他认为呢，他还有一句话，他说这个白带啊量多，皮实下流，它是一种枫木啊避于土中。如果枫木不避于土中，枫木是干啊，这个不避于土中呢，那这个脾气自能生发。也就意思就是用这个疏肝方法帮助脾胃生发清阳帮助脾胃生发清阳，这是组成这个方的一个指导思想。这个所以干预之后啊产生的病变的机理，首先目不疏土导致脾虚，当然这个症在临床反应往往脾虚很突出，脾虚很突出就是有一组基本的脾虚表现。同时呢，干预以后不能生发，那肝的生发对脾是生清有关系，所以脾不能生清呢，加上脾虚不运，就失肾失浊下注，就造成代谢量多。所以他一个指导思想啊，是这样一个病机过程。所以治疗方面，你既要益气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第二呢，通过疏肝解郁来帮助肝的生发，将使木能疏土啊，脾能生清，加上脾的运化呢，来治疗这种脾虚带下所以这个从病机来讲，这个丸带汤啊是针对的脾虚肝郁，在临床上呢，可以病人有肝郁的表现，也可以从症状上不明显。它是从带下形成的这个机理，它来推导这个病机和主方的。所以从这个带下的一个组织症来讲，它必然有两组构成。一个有基础的脾虚见证，就基础的一种脾虚表现，再加上往往白带量多，由于有气虚脾不兼运造成的湿浊下注，所以呢往往比较清晰，无臭味，清晰无臭。这个一组脾虚见证加上带下量多清晰无臭，这个构成了脾虚湿浊下注这个带下症。所以这是这个方的一个适应症了。所以治法方面呢，补脾疏肝结合化湿止带，疏肝的作用两个，一个帮助脾胃运化，脾虚之后往往肝脾不和，还有呢它疏肝有助于肝的脾的生清，有助于脾的生清。所以这个方还是建立在四君子汤的基础上的，利用这个健脾补气的四君子汤这个基本结构。所不同的呢，它是把白术苍术同用，增加燥湿运脾的作用。白术和苍术同用增加燥湿运脾的作用，又用了山药。那山药在这个方里一般用量也较大，用它既能补脾，又能固肾。带下呢，从妇科看，带脉失固。
所以用山药也能固肾。这样四君子汤基础上加上山药，啊，又用苍术，它不用茯苓的意思和补中益气汤那种用一样的，啊，因为它明末清初这个时代受过去补中益气汤这个任影响了。茯苓呢，它是健脾渗湿的，可以促啊增加这种脾湿下流这种趋向。不用茯苓，用车前子。车前子既能啊密闭清浊，能够利湿。利湿的起点是小肠膀胱向下的，起点不是脾胃，不会促使脾湿下流，而是对乙下流脾湿形成的代下呢啊有渗湿泄浊的作用啊，渗湿泄浊作用。哎，它又能密闭清浊了，所以这个构思用药上呢也充分考虑了这药物的一个归经啊。这十二药在这里对于这个补气当中结合阴阳血，结合阴阳血，一般这类脾虚病程较长，气虚可以影响到阴血的不足，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和柴胡相配啊，有调肝的作用，和调肝的作用。实际上这个里边又结合了啊，相当于疏肝啊，疏肝健脾养血的一些这个基本结构。这是柴胡芍药可以调肝。这个陈皮、柴胡、荆芥碎这一组了，刚才说到啊，柴胡本身也可以升举清阳，在这里可以调肝啊。和荆芥碎相配啊，黑芥碎啊炒一炒，一个它有一种啊疏肝作用。《父亲主女科》里他自己解释芥碎是为了疏肝啊，为了疏肝。这个黑芥碎呢带有一点收涩作用啊，收涩作用。当然和柴胡一配呢起到一句既能够啊这个疏肝，又能够生清阳啊，又能够生清阳。陈皮是理气化湿了啊，理气化湿。用甘草呢本身益气加上调和药性，整个这个方治法方面是一个这种肝脾同治啊，肝脾同治，同时体现了升降兼顾的，有升清降浊作用啊，升清降浊，既益气补脾调肝，又呢化湿泄浊啊，标本兼顾啊，标本兼顾。用药是比较平和的啊，这个方案用药总体上比较平和的，适合于脾虚日久代下量多啊，这个可以服用时间较长，所以形成了妇科治疗白带的一个常用名方啊，常用名方。所以他从构思这个治法吸取了调肝脾的理论，而且吸取了李东垣升举清阳的这个方法啊，受这个影响了。用药上呢认真的斟酌啊，的确像李东垣这个啊四君子汤不用茯苓啊，他这里不用茯苓，用车前，这些都经过考虑的，包括就燥湿、化湿、渗湿、三焦分消，这多种祛湿的手段也是综合的啊，综合的。特别在这个柴胡芥碎的相配，也是一种升举清阳啊，疏肝。将来那个肝脾同治，这个也是成为
人们常用的一种疏肝生清的一种结构啊。这是所以这个在妇科方面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在我们方剂学里也是一类方啊，是一类方。它的配伍特点，欲补于散，既清于身，培土一木啊，肝脾同治。偏肝脾同治的了，升降兼顾的了啊，它是这个。同时呢，这个既扶正调肝脾为主，又泻浊啊，标本兼顾的。在运用方面呢，这个方当然现在它是一种啊，以治疗脾虚带下专病专治啊，这个为主的。带下清晰色白，舌淡苔白，脉如缓，这个典型的这种反映出啊，这个气虚型啊，气虚这种不化湿这种带下了。如果有寒象反映出这个小腹疼痛了，那寒性受于凝滞，这个方呢可以适当加一些温里的炮姜茴香这一类了。带下有时候病久涉及到肾啊，涉及到肾，可以增加这个啊，补益肝肾。补益肝肾呢，这样可以这个带脉，增加带脉的这个固摄作用啊，固摄作用。带下涉及到带脉不固了，而且呢像这种胎动啊、胎漏啊，这些也把它看作涉及肝肾不足、带脉不固了。如果代谢量本身这个很多了，如果非常多啊，时间长也可以加一些带有收涩作用的牡蛎啊、龙骨啊这一类带有收涩作用的药。当然湿热代谢这个是方不能用的啊，它偏重于啊脾虚代谢，也可以用于呢脾虚兼寒湿啊这类经过这个增加温化的药物呢，也可以用于寒湿代下。所以这个方很重要的特点，肝脾同治。往往从症状当中组织症候表现里的啊，这个本科同学刚学到这个，他就觉得你肝郁的主症状里面没有，脾虚的很突出。所以呢父亲主对于这种啊这个疏肝治疗脾虚带下的意义啊，认为疏肝呢有助于啊帮助脾的运化，疏肝呢帮助脾的生清啊，认为风使得风木不避于土中呢，能使脾志能生清，有这种思想啊。所以他针对这个来设计的，而临床的运用呢的确证明在妇科脾虚带下方面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名方了。